BBC 制作了个纪录片，讲述的是中美洲多名女家的一个村落。因为基因遗传的关系，每90个女童当中会有一人在12岁进入到青春期时长出男性生殖器官，类似俗称的阴阳人。也因为社会大众对阴阳人的不了解，常带有错误的偏见。台湾一位性学博士52岁的邱爱芝，她在懵懵懂懂6岁时被父母决定当女生，但到了青春期，她非但没有长出胸部，连月经也没有，反倒长了喉结和胡子。邱爱芝历经自我认同的痛苦纠结，她是如何走出来，甚至成为台湾第一个公开现身的阴阳人呢？带您来看邱爱芝的故事。我的确有一点不男不女，我留长头发呢，也有一点男生的样子，所以我那时候阴阳怪气的。不男不女，阴阳怪气，是社会大众对他的第一印象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些，社会前很讨厌，忽然去面临这样的问题，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对一般人来说，再简单不过的性别问题，却困扰了邱爱芝30几年。接着父母帮她取了一个非常女性化的名字，即使身份证上的性别是女性，还是无法解决大家的疑惑，就连她自己都怀疑自己。想要问，但是呢，他们就是很痛苦，说不出来。我妈妈很早就过世了，所以我没有机会跟她，讲太多话。爸爸都是伤心的，显现的就是一种痛苦跟无助跟无奈，然后还有就是罪恶感，就是很愧疚了。仿佛一个禁忌般，父母绝口不提。但是从邱爱芝有记忆来，她就玩洋娃娃，穿小洋装。只是她万万没想到，上了国中后全都变了调。我就没有像一般的女生，在青春期的时候有这个胸部的发育，第二性征都没有出现嘛。那我的月经也没有来，到现在也没有来。原以为自己只是发育迟缓，耐心等待，但更怪的是，她的骨架越来越粗犷，身高却停滞在144公分。我小三就这么高了，所以就没有再长大了。我就是感觉自己怪怪的嘛，所以我要求要去看医生嘛。后来真的就打针啊，打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像不知道每个礼拜打一针还是每个月打一针，反正就是有定期的打针的，但是没有任何现象出现，没有什么变化。努力了好长一段时间，该来的女性第二性征还是没来，反倒是不该来的偏偏找上门。胡子来了，喉结来了，这样子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是男生的荷尔蒙的关系，他就肌肉自然就是有长肌肉。这样我也没有练啊，真的，我就变成小壮壮这样子。所以穿衣服就很好笑，有时候穿那个女装啊，看起来就很奇怪。那时的邱爱芝百般无奈，明明就是个女孩，却常被同学嘲笑像个怪物般男扮女装。17岁那一年，在她穷追不舍的逼问下，终于揭开了惊人的小秘密。我爸才会给我那个病历，可是那时候我就看不懂啊。我的病历是英文写的嘛？你看，这都是手写的啊，这是要怎么看？有看到雌雄同体这个字啦，那就是已经够惊吓了，就不想再知道更多了。如此可怕的答案让邱爱芝无法相信自己，好像真的是怪物一样，让人恐惧。她赶紧把病历压在箱子底下，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我不想活，我觉得自己很不一样，觉得不知道怎么活下去。我高中同学他跟我说，他还记得我小时候说，我只想要活到25岁。对未来感到绝望，身体异于常人，无法生孩子，没有勇气面对一切的她，宁愿选择蒙在鼓里继续生活。我到大学的时候还是平胸嘛，但我就穿 T 恤，我也还是不穿，没有穿过胸罩，因为我没有胸干嘛罩。我姐姐曾经有说，不然你要不要就那个装一点什么在里面？我就想说，我干嘛要装？很奇怪，我不想。所以这个就会一直产生问题，因为大家就看都是女生啊，都是看这个胸部，好，不然就看头发。我整个五年的大学的生活都在留头发，留到超过屁股这么长，可能留太长了也吓到了。就是这样诙谐一笑置之的性格，让他在辅仁大学的生活安然过关。毕业后第一份工作英文女秘书，却让他面临外表呈现的难题。第一天去应征，有穿一个短裙去，后来我就再也没穿过，然后又没有穿这个洋装啊，穿裙子又没有穿高跟鞋，反正这些都得到关注，我就觉得很烦。后来我的同事就真的帮忙我，有一天就把我抓去会议室化妆，
好可怕，画出来我都觉得吓死了。后来我就觉得不行，我受不了，我那时候真的快有应该忧郁症了。那时候性别的刻板印象、职场上的种种要求都让邱爱芝痛苦至极，短短一年举双手投降，她干脆在家接案以翻译为生。去厕所也是有问题，也是会吓到人，干脆就问人家了，啊，到底厕所在哪里呢？要给我吃什么就去哪一个，两边都可以通吃了吧，至少有人给我怎么样挂波紧的呀，不然上厕所也是挺麻烦的事情。只要一出门必定招来异样眼光，所以邱爱芝喜欢天天宅在家，就连买衣服也有她的小配包。市场啊，你看我昨天买的裤子六条短裤一次，然后都是一个样子但不一样颜色，你看我的衬衫这个也都是一次买的。邱爱芝走过学生时期的性别认同纠结，也在毕业之后尝试当个英文女秘书，但都被外界以不男不女的异样眼光来看待。她终于找到自在的生活方式，就是在家接翻译工作。后来在一次义工活动，邱爱芝也找到初恋了，但十年后对方提出分手，五个字的理由让邱爱芝差点活不下去，也牵扯出她内心最深沉的痛楚。爱美是人的天性，邱爱芝也不例外。一次的义工活动中，他找到了自己的初恋，两人相恋了十年，但最后女友不但背叛了他，还给他致命的一击。终于在女同志圈找到了一个伴侣，好像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处，最后还是被怎么样，就是说太像男生了，又被踢回去。那这样子我是要走到哪里去呢？39岁那年，邱爱芝找不到容身之地，因为这样的分手理由等于直接踩到他的地雷，瞬间引爆，很恐怖。那个是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，那时候真的是住在那个很高的楼嘛，就很想要跳下去，没有这样子这么痛的这种打击，我是不会去翻转来看我自己，去面对我自己的生命问题。失恋的痛苦让他对自己的生命有了觉醒，他决定重新打开潘朵拉的盒子，正视身体的秘密。说老天爷给我安排好去读英文系嘛，所以我长大了可以看英文了。临床诊断有没有？是从这个字，这个就看出来了，啊，意思就是假性阴阳人的意思。那现在基本上他不用这样的一个名词来做定义，他是全部把它归类成性发展障碍。正常我们是要发展成男生或者是女生，可是因为某些因素造成，不管是外因性或内因性基因的突变，那造成他在发展过程中有障碍，好，所以他等于说他就变成是不是完全男生或完全女生，甚至是有两性的外观。我的病历里面写说，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是一个健康宝宝，只是就是说有这个外生殖器模糊的现象，6岁的时候才做这个剖腹探查，然后看看内生殖器是偏男还是偏女，然后呢才做了这个所谓的大阴蒂的切除。6岁那一年，邱爱芝就进行了2种手术。因为父母听从医生的建议，选择让她当个女孩，但谁也没料到，后来的她变得如此男性化。现在被这样子切了之后，的确有一些遗憾，但是我基本上还是可以正常生活。早办早不早都办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不明诊断状况下，去贸然去把它做决定，我万一做了错误的选择，这样其实对孩子小孩的一生其实是有不良的影响。邱爱芝唯一的遗憾就是她无法保有完整的身体，但是她并不怨恨自己的父母。爸妈会跟我对不起的。那我觉得我现在想起这个事情，我就觉得太伤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爸妈没有什么错，我们并没有什么奇怪的，我只是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在那个年代，阴阳人仿佛被冠上不祥的罪名，所以爱芝的父母一生都活在自责愧疚当中。很多都是迷信，像这种什么上辈子做什么坏事，或是说什么我们这是什么这个扫把星什么地狱里面来的人。对不起，我还没有经历过地狱，如果有的话，就是大家这些误解所带给我们的，就造成我们的当下的地狱。为了导正这些故事的迷信，邱爱芝在念生命研究所时，不但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写成硕士论文，她是亚洲第一个公开现身的阴阳人。我就是一个充满爱的小孩，所以我真的是太幸运了。这个爱不是只不可不应该只是留在我这里，我觉得它应该被传递出去。
我是2015年的时候去，就是受联合国之邀代表亚洲去，就是分享我们就是在亚洲的这个印第安人的。前川直在校方的百万逐梦计划赞助下远赴美国造访国际阴阳人组织，几乎每一个人都问我说你没有想过自杀吗？大家全都是这样想法的，所以后来找到我之后，自杀就不再是一个这么巨大的选项了，因为有伴，有同伴，有同路人，甚至还找到了伴侣，所以人生还是有希望的。52岁的邱爱芝目前专攻人类性学所博士班。她说，这一路上她摸索了20几年，总算学会自我接纳。现在的她要用行动证明，每一个人都值得爱与被爱。我们从真实故事中借往知来，汲取人生经验。我是张亚婷，我们下周见。我就是我。天空海阔。